北京时间11月22日，湖人主场对阵爵士。赛前，詹姆斯距离39000分只差5分，他也没有让球迷等待太久。比赛首节，詹姆斯就解锁了这一里程碑，又一次刷爆纪录。随着詹姆斯跨过39000分的这道门槛，他离411神迹又近了一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詹姆斯命中3分，解锁39000分，同时3分榜超过卡特，2291个3分，独占历史第7。詹姆斯刷爆纪录，每一次詹姆斯解锁里程碑，他都要刷新一堆纪录。他已经是 NBA 最年老的球员，但却保持了大量的最年轻纪录。第一，詹姆斯正式解锁39000分里程碑，成为史上首位39000分先生。在解锁这一里程碑之前，詹姆斯就已经是历史得分王。就像他不久前说的那样，他继续留在这个联盟里打球，是想和时光老人进行较量，挑战极限。第二，詹姆斯此前包揽38项最年轻的得分记录，从1000分、2000分、3000分、4000分、5000分、6000分、7000分、8000分、9000分、10000分、11000分、12000分、13000分、14000分、15000分、16000分、17000分、18000分、19000分、2000、0分、21000分、22000分、23000分、24000分、25000分、26000分、27000分、28000分、29000分、30000分、31000分、32000分、33000分、34000分、35000分、36000分、37000分、38000分，他都是最年轻的纪录解锁者。如今的39000分，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解锁的人，也可以说是最年轻的39000分先生。第三，詹姆斯成为史上第一位达成至少39000分加10000篮板加10000助攻的球员，史上第一位得分、篮板和助攻三项数据都破万的球员，前无古人，恐怕也后无来者。他的40000分加10000篮板加10000助攻的里程碑已经近在眼前了。同在21季，詹姆斯有多可怕？生涯第21季，詹姆斯前13场比赛场均能得到26.4分。在 NBA 历史上，除了詹姆斯，还有5名球员打到过第21个赛季，包括3名入选 NBA 75大的球员，他们是加内特、诺维茨基、帕里什、威利斯和卡特。这5名球员中，没有一个人在第21季的场均得分超过7.4分，而詹姆斯显然是另一个级别的存在。赛季至今，詹姆斯已经有5场得分超过30分，生涯539场得分30加，只有乔丹562场比他更多。詹姆斯还有望连续20个赛季场均得分25加，他还已经连续1164场比赛至少得到10分，追溯到2007年。詹姆斯还要多久得到40000分？2023-24赛季开启前，詹姆斯已经得到38562分，距离40000分还差1348分。在前13场比赛中，詹姆斯场均得到26.4分，本赛季他已经得到了343分。健康对于詹姆斯的成功至关重要，他在本赛季的前4周只缺席了1场比赛。他需要多久解锁40000分里程碑呢？在这场比赛前，他还差1005分。美媒已经开始计算，如果詹姆斯场均得到25.0分，他将在大约40场比赛中得到15分。如果詹姆斯场均得到26.4分，赛季平均，他将在大约38场比赛中得到15分。如果詹姆斯场均得到27.2分，职业生涯平均分，他将在大约37场比赛中得到15分。加盟湖人队以来，詹姆斯场均出战55.6场比赛。湖人队将于2月23日对阵勇士队，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55场比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